这边唯美，我今日已痴痴靠你，要是你依靠耶和华，谋量我知识的事，我已经舍给你，为要是你清楚认识确实的真理，你能够将真言回复那答犯你来的人，不可将绝品供人，贫富人也不会眼，人身边为他变幻，脱去那日的命，高生气的人要怨你，免得你沾染恶习，自己陷在网络里，则已停止为人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，我已过你心中传记，最想咬定这片唯美，今日已痴痴靠你，要是